这个星期天的台湾假套套，我们要带你到花莲坐热气球，首度举办的翱翔季，让你在空中尽览美景，还有梦幻的欧风民宿，可以享受浪漫的湖畔风光，酸甜的梅子大餐，清爽又开胃，是凤林镇的一大特色。还有寿丰乡的有机农场，除了参加刺激的钓鱼活动，还能够品尝养生的农家菜哦。本周一中午12点，记得锁定台湾假套套。